眼前呢个就系一座位于西班牙嘅塞戈维亚嘅水道桥嘅遗迹，系保存得最好嘅古罗马遗迹。而呢个建筑咧系塞戈维亚最重要嘅标志性建筑嚟嘅，佢系为咗俾塞戈维亚提供咗水源嘅。而由高处望落去嘅视野就系咁嘅。咁下条片再见，记得 comment 同 like share 啊！